黄河清口决堤，死伤无数。朕一个月以前就下旨命人前去监工修复河堤，为何还会发生决堤之事？回皇上，黄河决堤之事，奴才已派人查明，河堤督造程明祥玩忽职守，致使工期延误，未能及时补筑缺口，造成百姓流离失所。程明祥何在？ 奴才已将其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所徒，朕问你，如此庸才，为何委以重任呢？回皇上，此人乃大学士明珠举荐，奴才当时觉得此人并无真才实学，大学士明珠力保此人，奴才才敢重用，未曾发生如此灾祸。